好香啊！去哪里？来，喝饮料，喝了我们上铺去摘包包去喽。这边我就整紫菜，还不来行不着？哪儿的哇？真的高高翘翘的，他不整软，我买捏起。买捏起哈，土豆我不懂跑哈。嗯，你看嘛，这个居然喝完了，好难受啊！整嘛整嘛，啊，别样都要有几次噶，整几次哈。嗯。考试得五分钟。这个鸡翅膀不够洗哦。哪个不够洗啊？你洗了好多啊，喊再整个。要得。这个要好多钱，慢得很啊。你当我啊？嗯。我摘芋啊，木干，你种个芋啊，我就把那个浇水挤了嘞。这二档倒芋才快档。这么快就倒洗了？是啊，比我摘省力多了。哎，这个整的快档，是光摘哇，质量脱芋，不晓得又要摘好久。小花哈，哎，炒嘎嘎了，小嘴哟，小嘴吗？啊，放姜蒜，小豆豆，小盐巴，来点生抽，要得了，捡起来。哇，好安逸啊！这么快就熟了？嗯。哇，别想起个人。起嘛了呀？能不发烫？嗯。哇，哎，快吃块头。要得了。你要少点料，我留着去干肉了嘛。这个手指没安逸了，紧握着。太安逸了，对吧？哇！你看见个都干熟了，油都叠出来了。哪里哇？哇！要多几天才有力气做活呢。起了好多，我做活了要有起码个兄弟。哪里嘛？我肯定担心噻。三都在你开荒即可了。这鸡翅好香哈。嗯。好吃哦。我是准备刘姐回来整起了，好好好，来试一下。她回来就尽管喝水，陈总儿，陈总儿好久吧？就要撮合了。嗯。还没吃完啊？快点哇！啊。来，你两根儿，你要选哪根儿？我选这根噻。哎呦，男生就要分分正正的。这个服服也好看。是啊。哎，这儿拿这儿了了，全民开启紫色长裙。强国竞赛新征程，知识产权不容侵犯嘞。还有诚信大奖从我做起啊！咦，我们大奖市场监督管理局宣传到我们村儿头来了哈。是啊。哇，自来桶，今天做活路还凉快。有自来水，我做活路了，兄弟。看你活得好多，